各位来宾，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赞助花灯的功德主及不眠不休的奉献工作团队，有了他们才有如此精彩绝伦的聪明灵巧诸事圆满主灯秀。我们诚挚邀请各位来宾前往佛光山大雄宝殿，共同参加晚上八点半新春上灯法会，将这一份法喜向佛陀。